听了这样多关于 PDPA 的信息，哇，我真的觉得 PDPA 非常重要。那要遵守 PDPA，我必须注意哪些事项呢？其实严格来讲，凡是进行任何生意，包括个人所进行的生意，都牵涉到 PDPA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收集、应用和分享你的客户的资料。这里头呢，牵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那就是身份证的管理。很多人以为啊，我收集客户的身份证，其实把它收集锁在我们的保险箱，那就够了。其实这不对的，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安全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你怎么的跟你的客户进行电话的 marketing，因为如果你进行的方式不对的话，你也触犯了 PDPA 的条规。因为你不可以轻易的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给你的客户的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最后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有11项的义务，那就是政府所讲的11项的 obligation。那这11项的措施呢，你必须要遵守。首先，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你必须委任一个 DPO。DPO 是什么啊？DPO 就是Data Protection Officer。那这个 DPO 讲起来简单，我只要委任一个人就行了嘛？不是的，他要怎么去执行，怎么去做到符合 PDPA 的规定？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措施。基本上我们这么一看，好像任何生意都会牵涉到。应该是吧。哦，所以呢，赶紧来上课，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刚才那三个部分，你要怎么去做呢？怎么去符合这个 PDPA 的条规？扫描我们的 QR 码，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就会详细的告诉你，你就会得到你要得到的信息。好，现在我就扫描报名。